今天我打开手机，看见有一个人邀请我加这个群呢、啊。我一看这个名叫"国度生活操练群"，这个一看就是这个东方闪电的群，因为东方闪电它就是用国度这个叫实际的它的神叫实际神是吗？啊，国度时代是他们所强调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是一个东方闪电的群，所以我就想看看里边的群的成员是怎么样，点同意，然后呢，进到这个群里面看这个群啊，上面这个图片介绍，图片介绍呢是这个十戒啊，很多的这些的比较极端的或者是异端的这些的，都会强调这个十戒，他就觉得他首先要攻击这个基督教基督徒，攻击我们，你看你们不守这个十戒，所以你们。已经错了，你们要改变。所以他首先他会这个实践的目的啊，就是来否定这个基督徒，来让这个基督徒觉得哦，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啊。这个是他们常用的一个技巧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群有300人现在，这个群的那个看一下他的人的这个成员300人，然后我看一下怎么更多的资料。看看这个群的位置显示的是平顶山啊，这是河南的一个地区。然后看它的群介绍，是国度生活操练呢，那个今天活在国度生活的实际人哈，实际生就是指的他这个东方闪电的个意思。你看他的群的管理员有4个人，这个。成员的概况，这个是概况，看看啊，这个主要集中在北京。注册地为北京的，可能是他没有填，或者是这个本身就是这个信息不可靠哈。因为大家注册的时候，你不选，你的那个地库地址啊，就是北京，北京山东，下面是浙江，反正是这个，你看这个河南的没有啊？他那个注册地写的是河南，但是呢，他这个成员的分布不是在河南，所以这个。可能这个注册地是他乱写的，或者是，他是针对于外省的，针对于这几个省份的，这个活跃群成员呢、啊？你看这个头像啊，这个是有美女啊，你看这个第一个是一个美女哈、那第二行的那个第二个，你看也是一个美女啊，最后一个也是美女。他们东方闪电他最喜欢用的就是欺骗，因为本身他就是属魔鬼的，魔鬼他就是偷窃、杀害那个欺骗嘛，所以这个他喜欢用美女，然后呢进行一些色诱，尤其是单身的这些弟兄、大龄的这些青年呢，就会受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吸引，而且。这个我说的是字面意义上的，这个东方闪电他确实做这个事情，就是，包括以前我们正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也有一个弟兄有这个经历，就被，要介绍对象结果去了之后就被绑起来还要拍裸照这些，就是因为东方闪电他就是用这个恐吓的方式、威胁的方式要求人那个发毒誓，然后加入他那个。异端里面，所以他们这个，色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他们基本上加入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些人呢，就是全能神邪教里面的，这些妇女啊，一般的就会离家，也不顾丈夫，也不顾孩子，然后他们就，也找不着人在哪里，反正是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身体。也那个献给这个魔鬼，然后他们就欺骗这些未婚的青年哈，甚至传道人他们都有色诱的这个东西。刚才来了个图片，来看他们发的是什么哈。国度这个我来了，
你看它有这个群文件，那群文件我们也看一下，群文件里面是什么？这个这些赞美诗肯定是我们没有听过的啊，这个启示录啊，耶稣伦，诶，耶稣伦这个，我的这个。那我不想下载这个，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耶稣伦是谁啊？现代真理啊，你生命的呼唤，生命的呼唤，我好像也不是真道教会啊，什么？我看这个耶稣伦这个人，因为之前那个。宝兴新歌叫耶稣伦啊，当然应该是重名。耶稣伦是圣经里边的一个名字，我一会儿看一下。你看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就跟，这些都是录音的，是他那个分享的什么信息，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啊，这个都是讲的。哦，这个还是另外一个一段，安徽姚弟兄，安徽姚弟兄他是一个叫做寻觅羊。啊，主的羊听主的声音，这个是另一个异端。哎呀，这些异端他们就也是异端，因为他喜欢都是在网络上这个拉人嘛，所以他们就互相的不同的群里面，有不同的异端在这里边。有的时候那个比较大的三次教会里面也是这样，聚会的时候各种异端他们都会在里边那个物色他们的新的成员。所以这个教会越大，这个管理啊越重要，这些都是七雷发声，这个也是东方闪电的一个常用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开启啊，他们经常喜欢讲这个开启啊，NASA 空间站造假，哎呀，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的人他。相信阴谋论，他觉得这个政府啊，一定是隐藏什么什么重大的发现，像外星人呐、UFO 啊，这阴谋论还是现在比较流行。其实这些阴谋论，从我的一个角度讲，我觉得不太靠谱，因为这个科学这个事情啊，哈，它。范围是有限的，但是在这有限的范围里面，它还是比较说是那个逻辑的，这些阴谋论呢，它就讲这个科学也是政府伪造的，这个有一点，这个是因为符合现在人的心理，现在人老是觉得，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报道说是有外星人啊，有这些那个什么天堂啊、地狱的灵魂啊这些科学无法证实，可能他就说这个是因为政治啊、政府这些那个把它篡改了这个科研的成果，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可能性在里面，但是这个这种这个阴谋论还是多数不是可信的啊。地平论，你看地平论也是一个，他说地球是一个圆盘，这个天圆地方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地球是圆，是一个球形嘛。但是地平论他就讲这个地是个平的，你看这个很显然它是跟科学相违背的。那我自己个人是读科学的。我知道这个，如果说一个政府他想要篡改这个科学的话，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你方方面面，你一个模型你要改变你所有的这个科学的理论，你都要改，这个是太庞大的一个工程啊！跟我们的观测这个事实啊，我读天文的哈，天文你观测事实跟这个你要修改这些数据，它是很不现实的。之所以这个 NASA 造假，什么空间站造假，还在地平论这些，我认为都是纯粹的，都是一些的乱编的一些东西哈，月亮离我们很近，这个也是地平论的，就在我们上空啊什么的什么什么，哎呀，这些网上有很多，当然我也看过这些资料啊。
他们有很多的群文件，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靠这个群来传播的，所以他们这个文件很多。他录音呢，就是他讲到啊，因为这个群建立的是2019年大约12月建立的，也是建了群才2、3个月，他的文件就这么多，可见他还是很活跃的哈。狡辩真理和全能神的分享啊，这个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直接跟全能神这个有相关系的哈，不知道这个人他是反对呢还是支持全能神的，但是你就说明这个群他本身就是全能神邪教的哈，什么工人的资格啊，他哎呀。这国度美景又是国度的，背叛肉体，哎呀，这个真正方言，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圣经中的母亲，你看他发的这些诗歌，跟我们都唱的都不熟悉，因为他们唱的歌，你一听就能听出来。有的时候我在，在 YouTube 上听诗歌的时候，我一听到很奇怪的，我就一查，他就是那个东方闪电的这些东西。所以大家要小心。我看看这里边的人，尤其是那个耶稣伦，我看看耶稣伦是谁。我刚才加群的时候是300人，现在已经301人了，他还在拉人哈。耶稣伦，耶稣伦，哎，这个耶稣伦，这耶稣伦是天津的，看看他的空间，53岁，哎，空间能打开，这个说说4条，访客呢是14000，说这个他很活跃，有人在看他，啊，日志当然也很多，400多篇。哎，启示录概要啊，讲启示录，哎，一端讲启示录是。异端喜欢讲启示录，当然启示录是很重要的，基督徒也应该讲启示录。但是呢，异端他更希望，因为教会他一般的教会他不讲启示录，他觉得启示录难讲，不太讲，所以异端他就知道，普通的基督徒他对启示录的了解不多，所以他就可随意乱编乱讲那些很多的普通的那基督徒他没有分辨能力哈。地评论，哎，又是地评论，启示录，他讲的这些都很边缘呢，所以基督徒，都不太了解这些知识，所以就容易被欺骗。大体就是这些东西。这个你信的是天主教吗？他肯定要反对天主教，要打倒什么什么传统的这些教派哈。苏萨拿传啊，这个都是，当然这些的比勒与大龙啊，苏萨拿传，这些都是次经里面的。次经里面本身这个是很好的一些的故事，但是基督徒他不知道，很多基督徒他不知道这个次经多比传，这些都是很好的著作。啊，以诺书1到51章，他就拿着这些边缘知识来欺骗基督徒。被禁止在圣经以外的以诺书，这个，本身我也读过这些书，读过好多遍啊，所以我对这个比较了解。他们就拿这个边缘知识啊，UFO，什么从过五帝呀，什么什么什么，哎，啊，不看了，来看一下在群里发的这个东西啊。群成员，我先。瞄一眼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在里面。如果我看见有我认识的人，就把他拉出来。这是我自己啊，陈强。先重新，那先这样吧。先看一下，哎呀，
还邀请这么多的人，这个为爱而生，哎，就是这个群主他不停的到处拉人啊，这个显示河南，你看这个这些人的，一个是东方闪电啊，一个是那个还有那个法轮功啊，他们的个媒体都是惊人的相似，就他们用的这个人，他的个，尤其是你注意他的眼睛啊，他的眼睛就没有神，哎，就是这个，这个法轮功的眼睛啊，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他那个，他因为法轮功的媒体很多，他们的那个主持人也很多，实际上你看他的眼睛，你就看出一些问题来，这个。那我自己的这个认为啊，就是其实是有邪灵在它里边，它的因为邪灵的眼睛是跟人的眼睛是重合的，所以这个人在看东西，那个邪灵其实在看东西，那你不知道这个在它背后主宰它的到底是什么，那它的神情一看就不正常，这些人你都可疑，那个东方闪电跟法轮功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一样，他们也效法这个美国那个摩门教跟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两个一端都是精英群体，他们就穿西装革履，然后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让人觉得哦我很成功，我信了这个教之后我就变得很成功，所以这个东方闪电他也是走这个套路啊，他打扮得很好，但是他你看他的表情神情，他不像一个基督徒啊，没有这个从神来的平安，也没有从神来的这个真诚都没有。这个人他设置了这个访问那限制，我也看不到你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哎，训诫书这个是也是在批判社会的哈，这个我走了带着一张训诫书，这个你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很热的这个叫什么张文正还是刘文正，张文正的那个第一个报道那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医生嘛，他不是去世了嘛，他带着个训诫书，也就是讲的这个事情。这些无论是法轮功呢，还是这个东方闪电，他首先他就会批判政府，因为他们政府对他们打压，所以他们的宣传就是那个揭露什么共产党啊这些这个黑内幕啊这些东西，他是倾向于这个做一个筹码。他讲东方闪电是讲这个耶和华是不是他讲那个什么共产党呢、啊、是那个七十六个大红龙嘛、啊、所以这个跟共产党的对立很大。那在国外的有些的基督徒他不了解，他刚出国的时候进入这个东方闪电那个群体里边，你一听他讲到，你听哦，他老是讲七十六，他老是讲共产党怎么坏啊。这个你知道哦，这个是这样的啊。另外讲共产党比较坏的这些人呢，其实基督徒里边有一些的像偏改革宗的人，他就喜欢讲这个，因为他强调改革宗比较支持的是民主哈，民主政治，他对政治的一个解读，导致他也会批评那个共产党。实际上我觉得基督徒还是最好不要去谈论这个政治啊，一个民主它是完全的是一个魔鬼的一个工具啊，多数人都变坏的时候，你知道根据这个圣经的预言呢，人的道德越来越下滑，那多数人都会变坏，那如果民主听多数人的，这个世界就会不可控制啊，这就是魔鬼他用这个民主的方式把西方国家都给这个掌握了。你看现在的西方国家道德非常败坏，他那个信主的年轻人基本上信主的是少数，非常少数的信主啊，这个比中国要差很多啊！你在西方国家的话，所以这都是民主带来的。因为你像同性恋合法化也是民主带来的，因为多数人支持同性恋，那那些少数正义的人他没办法去改变这个事实，因为多数人的选择这是，所以多数人的选择就是民主啊！千万不要这样听啊！这样支持民主，这个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基督徒千万千万不要支持民主，当然独裁也不一定好，但是呢这个我们管不着，我们不要去管啊。这个本来是照着神的心意，是神他做国王，他做王，他要带领这个以色列民，可是以色列民他非要立一个王来代替这个神。那从神那个角度上，他也会选择一些那个领袖，选那个要不是祭司啊，要不是先知啊，用这个领袖来带领一些老百姓。因为牧人他跟羊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民主呢，它就是强调，哎，我们不需要这个牧人，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多数人决定，啊，这个是极其的得罪神。从神的角度上，还是要选择一些有才干的人，他做一个带领嘛。那我们用脑子想想也知道，任人唯贤嘛。如果一个人他是有能力的，他有这个才干，他可以当这个领袖。但是如果让老百姓自己选呢，多数的老百姓他都是平庸的。因为这个人的智力啊，人的能力啊，他都是遵从那个正态分布的。正态分布大家知道，这个多数的中间多数的人都是很平庸的啊，只有少数的精英，也有少数的这些的人是那个很愚蠢的啊。那个少数的精英是最应该有那个有这个能力的，有这个身份去做管理的工作。所以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事情，不要去支持民主哈。那些反对共产党的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参与。这个你说你不支持共产党，那你支持什么国民党啊或者是什么呢？其实你看看历史上，国民党他做的坏事不比共产党少，甚至来说做的坏事比共产党更多，可能是更多。你看那个他们刚去台湾的时候，那个428事变，428那个还是白色恐怖那个时候你看台湾人自己他们拍的那些纪录片，你看他当时那些国民党做的事情，你知道哦，真的非常罪恶。那为什么神把那个权柄从他手里夺下来？神是公义的。当时那个国民党那个贪腐问题很严重啊，在大陆的时候，他们所以这个神他不看人的外表那个标签了他看人的实际。你不管他这个口号，我这个政党我是怎么样，讲了多么公义，但是你实际你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个政治哈。那这个群，到这里了，然后呢，要做是什么事情呢？哈，我最好是要发一些消息，让大家知道这个群是一个异端的群，然后我编辑一条信息，然后我就发给大家哈，发给大家。我想啊，我写你好，这是一个。我发现这是一个全能神邪教，全能神不是异端，它是邪教哈。东方闪电，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带你认识的人离开。请立即带你，如果你是基督徒啊。那我把它编辑好，然后我就发给这些的人，他这个说话的可能都是一些异端啊。我到里边找一些的人。啊，神呐，求你帮助哪些人是你305人现在已经，哪些人是应该这些群主，你就不要去跟打扰他，他们肯定是一些的异端，能不能发？哎，禁止发起，这个群主他很清楚哈，他不希望我在背后拆他的台，你这样被古中北的话。这些可能是被骗的，像我一样啊，被拉到群里。你看，群主禁止发送。那如果我在里面说那么一句，会发生什么？他会把我禁言吗？大家好，这是一个全能神邪教的群。
挺博大的。有右零火警。那我发出去，我看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哈。是这样的啊。今天我读了这个微读圣经啊，这个经文是这样的啊，耶稣对于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马太福音4:19-20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应当舍了网，完全的跟从耶稣基督，就是在世上，网就是我们的工作嘛。那保罗，彼得他这个就舍了网，那些使徒舍了网，跟了耶稣，就舍弃世界上的啊，就来跟从主耶稣。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生命哈。那第2:9说，这个耶稣，这个是那个荒漠甘泉2:9哈，耶稣一言不答。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个就是说神他如何的喜悦神的百姓，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高兴了，神就欢呼啊，神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表现出来啊。耶稣却一言不答，就是人来求耶稣的时候，可能是迦南妇人的时候，我记得哈，是不是这一段是耶稣一言不答啊？他是表示的耶稣在考验他的门徒啊。就是神如非常爱我们，但是他可能考验我们，他会爱我们。看，有个人在，主啊，求你怜悯了。你看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被骗的，但是。你看，我不知道群主是怎么反应哈，但是我这样说了之后，看看他们是怎么反应的。写不让我说，我很喜欢圣经上，那个在手机上用这个诗歌本。昨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个 PDF 阅读器哈。就是这个，这个叫，我不知道怎么发音 ，Hodo Docs 这个特别好用的一个，PDF 阅读器，在这里边可以尝试的，这是目录，这是教会诗歌，现在是第9首，哈利路亚，耶稣的圣大声唱开歌。耶稣的圣，永远的圣，胜过罪死魔。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消息。耶稣的圣，永远的圣，胜过众仇敌。哈利路亚，耶稣的圣，宝血有能力，将他施加时时跨胜，魔鬼就逃避。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消息。耶稣的圣，永远的圣，胜过众仇敌。哈利路亚，耶稣的圣，疾病也消杀，因着耶稣完全的圣，成于哥哥。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消息。耶稣的圣，永远的圣，胜过众仇敌。哈利路亚，耶稣的圣，无惧无让步，前途总有黑暗，却是有志气能阻。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消息。耶稣的圣，永远的圣，胜过众仇敌。哈利路亚，耶稣的圣，主快从天降，所有属他的是信徒与他同作王。哈利路亚，耶稣主的圣，荣耀的消息。哈，耶稣的圣，永远的圣，胜过众仇敌。阿门。哦，谁在发消息给我？Notification， 这么恐怖。
暂时没有什么回复，没有什么回复。我再等一等啊。看看有没有人听我说话，305人还是？他们不说话，他们可能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哈，回应。他到底是把我踢出群呢，还是反正是啊，那些后台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管他，先唱诗啊！我现在是9:37，一会儿要去做礼拜，10点要出发，所以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再来唱一首，10首。哆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在眉上祝我愿升高，生有心气直达云霄，莫思诸心细察诸过，但每为事欢喜为重，群星在天如灯影影，注定其数注明其名，我主智慧深如海洋，世人心思断难测度。为知他顺从。
就录到这里吧，他可能不回答就不回答了，等以后再看嘛，再见了。